乐星宝宝。闻，哇，好心塞呀！小心点，坐到我，坐到我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小白王博文。娱乐新报报，求新求报报，求关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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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恭喜小白的新专辑1461来到成都，与粉丝歌迷见面啦！现场满满的粉丝宝贝，等着与偶像近距离接触，可爱的、贼帅的、呆萌的小白都在娱乐新报报，准备好收获一批截图了吗？2 1我筹备了4年的专辑，然后有我自己写的歌，然后也在我出道4年的时候发行了这张专辑，所以这次来的话就是很兴奋。1461呢，它有4个含义啊。第一个含义呢，就是我出道1461天。第二个含义呢，就是把4个数字拆分开的话，第一张专辑出道4年，6首创作一如既往。然后第三个含义呢，就是1461呢，代表着是一世有你的意思。所以我也是特别想感谢粉丝宝宝们一直支持我，就是感谢他们一直陪着我。然后最后一个意思就是1+4+6+1=12。你说啥？1×4×6×1=24。1+4+6+1=12。希望我的音乐每时每秒每分每刻都可以陪在大家身边。这是一个有爱的专辑。这么有爱啊！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。每次到一个陌生的环境，或者是不认识我的人，我希望能让他们知道我，然后能让他们能去听我的音乐。只要一个，我就觉得我这次没白来。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场合，在这么多人的地方能唱我自己的歌，然后给大家安利，是一件很享受的事，所以我不会累。时间比较赶啊，我到了之后就过来了，今天早上来了之后就直接到这儿了。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，从外面看就特别酷炫。火锅，因为我自己本身不太爱吃辣，所以我火锅的话就是如果运气好就去吃一下，不吃的话就也可以吃点别的小吃，我也很高兴。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吃便宜小吃的人，就是那种小吃街啊，很喜欢这种。我知道，你知道，其实就是很偶然说去看看有没有这个方面的天赋，因为他们也不是就是也要去看一下，跟你聊一聊之类的。然后聊完之后，他们就觉得就是对东北人有一个天生的好感，他们觉得东北人本身说话就自带段子。还是让您发现了，奶奶。所以他们觉得应该很有自信。所以我也非常感谢导演组和编剧团队相信我吧，给我这么多次机会，就没想到就一匹黑马一黑到底，我也没想到能得冠军。